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毒品有多可怕？三个词概括：不得好死、生不如死和玩死别人。不得好死，吸毒者会产生各种幻觉，容易导致坠楼死、溺水死，失去对行为的控制能力，毒驾引发车祸。吸毒过量直接致死的人也是数以万计，为了筹集毒资，去偷去抢去杀人，结果被打死、判死刑。生不如死，艾滋、乙肝、丙肝、心梗等都是毒品的影子，让你不病死也得穷死。有些吸毒者亲情、爱情、事业、家庭、朋友通通都没有，玩死别人。吸毒后容易出现被迫害妄想症，把亲人当凶手给杀了。吸毒者为了吸毒殴打父母索要钱财，甚至卖掉自己的孩子，逼迫老婆卖淫，绑着家人一起走向毁灭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